用的，谢谢会长。谢谢会长哦，大家好，我是 Bamboo， 我是商会的秘书长。那今年是第二年，那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说我们现在正式的注册会大概有52位，那非常感谢各位哈。如果还没有参加会员，也欢迎大家参加会员。那刚刚医生有讲，我们商会呢可以来 promote 你的 business， 那同时如果你有任何，欢迎大家来做朋友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很努力的想要促进了更高层次台湾跟美国之间的经贸的关系，所以其实我们都很做这些事情。那欢迎大家来 support 我们，谢谢大家。那就是有一些一两件事情跟各位沟通一下，就是说我们有个 LINE 的群组，那其实我们会在上面有很多的讯息。那在 LINE 的群组的部分呢，我们有一些规范，就是说我们希望呢上面都是商会的成员，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当然是以前的成员啦。那但是就是希望说我们有稍微有一些过滤，因为我们曾经在别的商会有发生过，就是说有一些所谓的闲杂人等会比较有些复杂的状况，因为你挂着商会的名字，可能会想要去，可能会有一些金融扎旗啊，或者那样的状况，所以我们会希望有稍微的过滤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想要加入 LINE 的成员的话，要麻烦跟我们 CD 或者跟我们说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加入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欢迎呢各位呢，就是各位台湾人呢加入我们 Oregon 的台湾商会。那再跟各位说，我们包括 Southwest Washington， 我自己就住在 Washington， 所以